走水很好啊，这色。然后整个料子的话，这个的话是木犀沙的，木犀沙的料子的话高种高色啊，大家都知道，走水很好，看到没有？但唯一美中不足就是有裂，它这个只能取小件，咱们的话就占个20%啊，做个小股东，大股东让他来。怎么又跑出来了？那个小胡子在里等半天了。小胡子到了，等了这半天呢。啊，对，这是我出来运动运动，医生说要多运动。这的话是那个小区里面摘这个桂圆呢，结了很多，这么多。我就摘了一个，我看一下，哇，你看，已经可以吃了。不知道甜不甜，我尝一下，应该还没熟吧。嗯，没熟，黑黑的，没什么味道。嗯，我就摘了一个，我看一看。走吧，那咱们回去吧。嗯，好。你这一天天跑的，哎，一天跑了好几趟啊。主要是要多运动运动嘛，不然的话越长越胖，对不对？我看我比以前，我真的是，我感觉我的脸都要溢出屏幕了。各位翠友，你们觉得有没有啊？好焦虑啊，就。医生还有就是说多运动的话就是好生，这样子的，对，到时候会恢复的也快一点嘛。来，走吧，咱们先回公司吧。小胡子，小胡子，哎，拉比拉比，上来嘉宾了。啊，是嘉宾。哦，不好意思哈，那你等这么久，来喝那个饮料。好，饮料。好。OK。好。啊，这个料子啊。哎，好的。怎么回事？这个料子的话，那个昨天。啊，不是前天嘛，前天有那个一个货主啊，他手上那个现货吧，现货的话我第一次我要拆包了吧，拆包的话，我哎呀，我看到的话价格的话，他的差不多差远一点。啊，然后呢，怎么说？他说的是他要是25万。他要25万。对。我先看一看嘛，好不好？哎，你看吧，你看吧。刚那个小胡子他那个电话里有跟我说一下。然后这个料子的话，就是刚刚那个新人家的新货到，然后小胡子呢给了价，他也觉得人家那个价格的话，的的确确也是，他也看得到嘛，就这样子。但是他目前手上就20万，然后人家要25，他的意思让我看一下，要不要跟他一起合这个料子啊？咱们的话先看一看，好吧？我先看一下。好比好比，这样子。到嘞。哎，好比好比。哦，你到不了，你喝不了。我不喝。哎，你这个的话，我偶尔会喝一点点。你不要喝了。主要它是无糖的。不要喝了，不要喝了，哎，这种东西，okay, 等几个月吧。Okay, 我刚刚就是那个，我说，我就在外面那边散散步嘛，就是医生说就是，多走一走，到时候好生，是不是？对。你老婆在哪里生的？我老婆啊，她几天来的话，月里几天生呀？怎么样感觉？嗯。几天的话安全多了吧，几天的机率什么，缅甸那边的话，缅甸其实也还好啊。不是，好是好，他们那个什么说，他们是专是专业的后，那个如果有大问题的话，没有什么机制什么什么的话，那种的话，你要阳光那边的话有啊，阳光是有的，我知道，阳光你比多那个瓦枪。Later， 来我看一下这个料子啊，哇，这种水很好嘛，这料子。嗯，我看这。我脸就脸就过了，然后来你们看一下这边的话有一点点黄味啊，然后整个料子的话，这个的话是木犀沙的，木犀沙的料子的话高种高色啊，大家都知道，种水很好，看到没有？但唯一美中不足就是有裂，它这个只能取小件，看到了吗？这边也有裂，哎呦我妈的，来看到一下，看到没有？来，那你的意思是这个料子的话就是25万，是不是约我跟你合？我想如果严老师有看到的话，我们好吧，我一个人你知道吧，现在我手上也有好多货啊，然后这边生意你知道吧，有点难加多了货，是不是？是的是的。看这个小胡子这料子的话，25是看是看得到，但是这个料子得赌力，这样子吧，我们一人一半，还是怎么说？你如果要你看到的话，你眼睛是我要放心的。为什么？你我跟你说，我们一起喝这个好久了，然后你眼睛是，哎呀，我们他弟弟妈的，哎，是的，是的，这样的话，如果你看上的话，我们要一半一半来玩。这个的话，这料子，我说实话啊，这裂有点多。如果说那个，保守一点的话，我想要，如果说你差个5万块钱，我就入个20%，行不行？因为它裂稍微有一点点多了，最近的话我也很少出去跑出去收料子，跟你合着玩一玩嘛，
好不好？行吧，我就入五万嘛，你差五万不是，我就入五万，行不行？入五万。啊。20%，好不好？20%。但是说你卖了多少钱，不管多少啊，反正我也就拿20%，好不好？要了。行吧，行吧。行哈。就从这要吧。可以，来这料子的话，我先带你们看一下啊。小胡子呢，今天的话就是差点钱，想要找我一起看看这个料子，然后一起去合股这个样子啊。然后的话，咱们的话就占个20%啊，做个小股东，大股东让他来。来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料子的话，它种水的话是很好。我这手电没什么电了，等我一下，我换个灯。来，刚才手电没电啊，用这手电的话，好好给大家看一下，哇，世界都明亮了。来，这料子的话，皮壳啊，墨西沙敞口，皮壳的话也会有一些裂，看到没有？这里啊，这里裂的话会有点多，所以的话，这料子完全就是毁在裂上了。但是它的一个色的话是挺漂亮的，看到没有？种水很好啊，这色。但是它进多深的话，这个就得赌，而且也有风险。像这种料子的话啊，它的一个，你看这边的黄粉也很漂亮，哇哦，来，可以的。就是只能做小件啊，大件的话是做不了，看它里面啊，里面进去的如果说多的话，那这料子的话也是挺 OK 的。咱们的话就占点小股啊，小胡子的话咱们合作那么多次了，咱们也是放心的。来，你看一下，背面也有吗？背面也有色，看到了吗？这边颜色的话尽量好看，对，只是它有裂啊。像这一种的话就是看一下它的一个进度说，如果说咱们会取一小点点啊，如果说做货的话取一小点点，看一下它抛光起货的一个效果，如果说效果好，那这一个如果说直接干接面的话，那就不得了啊。这个料子可以，那我就入5万块钱，好吧？你好比好好比 OK。 不是，本来是我手上不是有没有五万了，我也想了，现在你知道吧，生意有点难做，然后有一点裂纹啊，哎呀，好不好？我想了。哎，你就是觉得有裂纹，然后风险高了，找个人跟你一起玩一下，是不是？然后我刚刚也说了，我觉得他也是因为有纹裂嘛，所以的话我就小玩一下嘛，给你，好不好？可以吧？可以。那这个料子的话，先这样子，你那边有客户要看吗？我那边也是有的。有客户要看，有客户。我还说我先操作一下，那你先操作吧。哎，你给我2个星期。2个星期不用了，我差不多1个星期给他。1个星期可以哈，那你拿1个星期去嘛。1个星期的话，如果说你那边客户没有谈好的话，就拿过来给我。我这边刚好有客户想要找色料。找色料。对，找色料，然后价格也差不多是这样子，我说给他看一下。这个虽然有裂，对不对？但是有裂有裂的价格。哎，对对对，这个是这样子的。行吧。那你先拿去，我把钱拿给你。行，我把OK。那咱们的话先记录到这里啊，如果说你也喜欢翡翠，喜欢杨老师，看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爱你们。